分数越来越高了。有啊，我有直播啊。测试新麦克风。刚开业没有人在看啊。打个广告一下就有人了。等一下。等我一下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游戏已经开始喽。好。每次用土耳其，其实打赢土耳其还蛮多方法的。僧侣吧，日本僧侣很强。近啊，不过我的羊呢？这个资源黄金和这个他妈的近哎！很少看到黄金这么近的。我应该看我蛮清楚的吧？我新买的。飞利浦要帮我打广告，是擅长广告的飞利浦。是哦，赶快去他家看能不能捞到那个城墙外面的羊。他住在这边欸，打到他了吗？打不到。这个派村民还是可以把那个他的猪打死，但是不划算的那个小脚。刚刚我们要猪在这个地方，喂，在这。看来捞不到他的羊，回家把自己羊打回来，免得等一下羊被他赶走。咬死啊！这就是打得不好，算失误啊。这 YouTube 有点那个，因为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海缆什么断掉。不过那个下礼拜就会好了，听说的。是不是打太丑了，影响到我那个放肉？这头黄金怎样堵在门口？看这住在外面欸，超远的。这只猪如果刺肉不卡的话，一定被咬死。没有卡到哦，卡一下，扭他屁股一下。感觉猪更丑，
两只猪打那么丑，而且我还少四只羊哎、欸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室友很忙啊，没时间去炒羊。可以怀疑羊在这个地方，要不然就是在围墙上面。路人不受教、啊。那赶路这件事很麻烦的。我不知道他打土耳其要用什么，有可能是城堡打，有可能打地块。我可能打城堡马爆吧。打28+2。先把那个路赶一赶，赶快找剩下四只羊，一只都不能浪费。我猜是在那个地图的下面的。在这边，在这边。这一丝一丝把它围困一下。看他妈，这个该不会是空的吧？操！他从后面打进来怎么办？果然在这边啊！他下面两个是空的啊！这边两个可以绕出去外面，什么鬼地形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那个补到8个。伐木补到8个，这边可能被他那个土耳其变刀。土耳其射程很远的、啊，没有，地形不好没办法双伐木。看哦，打马爆。先是我是打那个4TC 马爆，4TC 要不到70P 的马爆啊。土耳其火枪兵并不可怕，如果配冲撞车。搭配骑士的话，其实还不会说很可怕。看从哪里打进去了，怎么卡到？反正没有效率了。这是为什么要双伐木的原因，因为他前面智障智障的。
但是我不敢在这边起双伐木，因为我怕火枪兵从这边砰到我的树木，所以干脆不要起了。快！刚刚好点，差不多可以15分吧，差不多15分末上去。3TC，然后爆剑机。日本经济不错啊，其实。这遗迹不知道要不要捡，因为盖修道院蛮伤经济的，我觉得。一个只要175木材。电源五格肌肉被我找到了，它升级也是蛮稳定的。直接下 TC。最近是爆经济的时候，把那个食物和甜的经济全部研发。有人说那个啊，25分80P 很难，其实很简单的。但是我今天不示范那个，因为我要兼顾攻击。其实这个爆天机很难，就是村民都没办法连，村民连贯是可以，但是有时候。你一个 TC 升三个全美，你那个 TC 在发呆，就很伤啊。他妈欺负我！走。跑回来，差不多50P 了，要研发那个轮轴，最有效率。
还没有研发那个织布哎。好，开始挖黄金了。从这边打进去，从这个窟窿打进去。差不多就可以，这样他也可以爆马。研发一下那个二级黄金。现在经济跟我拉得很近了，对方也是个围城高手，专打围城的。从这边打是因为避免正面，你知道吗？正面很容易被发现。三马厩，还是甚至四马厩。他是白痴，招我村民，我就把你这个砍死，两刀。他的身体我就用那个肉马，不好打，我没有把握赢他。他这边有东西哦。没有东西啊，先把它砍死。紧张紧张啊！从这边很薄啊，这个墙壁。啊，还没有研发那个二级防御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。快快快，没有。他很像要帝王啊。分数降下来，很像点帝王，疑似点帝王。
他来干嘛？啊，他挡不住了吧？他空兵也控好。进去了，不用怕他生女了。这个马绕到后面去骚扰他伐木的，不要怕他骆驼，不要怕他骆驼。马术怎么跟不上？他这城堡挂就差不多要挂，不过骆驼好多啊，他的手怎么那么多？骆驼这么多，我都要转兵了。应该转女兵转错，不要转枪兵。骆驼怕，骆驼怕那个，骆驼怕弩兵。靠空兵喽，靠空兵吃他。靠空兵欺负他。喂，怎么被拉进去了？还是可以赢的。靠后面欺负他，黄金不够，我花这么多这个，弩兵很猛的，他黄金里面有一块，这里还有一块，他黄金在外面哦，两块在外面的话，他就差不多要挂。他又要盖城堡。在那边，那边他盖起来没有用，知道吗？这弩兵真的是还好，没有转枪兵呢。枪兵打骆驼还好而已，弩兵可以杀，可以杀骆驼，又可以杀村民，很好用。他挂了，他才把他往后盖。经济没有调配好，其实。快上帝王了。
哦，还是要被他打到一发。应该要去狙了吧？啊，狙狙了！鲁宾真的蛮猛的，其实他有变强，经济有变好。之前经济没，他经济没有这么好。他村民跟得上我，他村民应该其实比我多，只被我杀掉。他不知道几个 TC， 有啊，被蛮厉害的。2200以下，我才2100多而已。晚安，下次见，拜拜。